候选人陈其迈，他上午呢扫街车队呢，他从左营男子出发，没想到有粉丝呢为了追上他的车队，想跟他握个手哦，结果呢竟然在路上好像被东西绊到，直接扑街了。赶快来看一下这个骚扰情形。要见吗？好险，这位粉丝阿姨哦，很勇敢，赶快站起来继续跟这个陈其迈握手。陈其迈自己吓了一大跳，直接大喊说：“阿姨，谁你啦！”但没想到呢，这个今天早上陈其迈他出了奇招哦，他用了这个网路梗啊，他拿出了这个撩妹牌子，问大家迷路了要往哪里去，要怎么往你心里去。结果还真的有女粉丝哦，看到从直播看到了他这个问路的牌子，自己呢直接也回做一张牌子，写说：“市长要往我这里来啊！”直接呢一来。一往两个人手板呢，在这个路口呢相互交汇，非常的有趣哦。陈其迈收下了这个牌子呢，要当成一个心意，接着他就带回总部。那陈其迈下午的车队呢就快要出发了，那今天下午呢要扫的是这个前进跟林雅，那这个再晚一点的时候呢，最后一场呢将会有总统府秘书长陈菊呢陪着他一起来扫，象征这个传承的意味。以上是目前的最新情形。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